爷爷走了。下午派贾书记出差。我帮你开吗？好，你先开，你开吧。我有点紧张，突然。不会有气的。哇！哎，放大，吓我一跳！你敢尝吗？你敢尝吗？我怎么给你闻到了？哎，是我喝过，我想喝。小鸭子的味儿。让我闻，让我闻，让我闻。我还得吃。拜拜。喝吗？喝不喝？好恶心，像像有人放了个。但是其实配料是水和绿豆，现在想想会喝一点。不会。水和绿豆哦。喝茶，喝茶。修理工，原相机，我都看不清，这是什么？是王者荣耀吗？啊，美女！啊，公孙离，看到吗？你玩王者荣耀吗？公孙离，我只认识他。啊，这是谁？这是武则天，是谁？武则天吧。最精彩的电影。常常是我们现实生活场景的重现。
我甚至害怕它冲过来。宝宝好可爱哟、哦，肚子大大的跟坨坨一样。看好多毛发棒、哦，这还别。忘了取回您的寄存物品，除非您想对本物提没收。有点想吐，好难受。下次再见。